我们队长忍不住，谢谢，让我们来挨拶一下，挨拶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谢谢，我是张碧瑶在最后的 stage 楽しみましょう。什么对不对？阿里娜，要选两位哦，选两位哈、哦，来，闪你一起。哦，你让他兄弟，什么意思？是选你，然后你让他，让他 OK 吗？他说就是他，就是他，头光光的人，就是他，就是他，头光光的这位。日本的女粉，你是他兄弟，你帮他呐喊就对了。你们两个都爱，什么意思？他被选到，你帮他开心的意思是不是？我知道了，你又不回答我问题，什么意思？我一直说你刚刚为什么啊那么开心？因为选到你兄弟，你帮他开心。好，哎，他跟他刚截然不同的状态，他刚被拍照的时候他这样的，哎，然后他兄弟被选到，哎，不愧是为了兄弟，两人拿到。前面有请，谢谢。啊，前面这边很有爱啊，这边一直帮忙，可以讲一段再跟他说，哎，这边直播一直跑，哎，在中间自己。是是是。我发现大家都已经没有办法听到我在问什么问题了，他就只想表达他想表达的事情，哦，有点。没关系，最后一点的。没事没事，大家都累了，大家都辛苦了。对啊，好，没事没事 ，OK 的。他也没听到，他都没听到，没关系，开心就好，赶快看，快点看，这是近距离，不要这么近，太变态了，太站着看，站着看，站着看，好不好？叫你不要起来，因为我已经感觉到阿里娜她有动作，知道吗？没关系，我讲给大家听也可以，对不对？你要队长的动作要听仔细，要躺就躺，要起就起，知道吗？哈、啊。啊，也要可以讲，也可以讲一个拍照的机会，人家都从日本来的。对，阿里娜很多日本来的粉丝啊，尤其女粉非常多哦，而且通常他们都很多次上台这样子哦。啊，给他们一个交谈时间，他们上来就是想要对话一下。之前我们那个见面会 A B 里面也是哦，女粉那两三次上来，是哦，不舒服，就是为了讲两句话这样。对呀、啊，对，也是对他的一种支持。你看，我又来了，我又来了，我支持你，我又来，那是一种感觉。是的，是的，对不对？哦，很感动。你干嘛
刚刚又有点犯累的感觉哦，这个表情啊，怎么可以有人这么漂亮又这么赞的一个个性哈？谢谢，来 QR code 牌牌请出来，我们请阿玲帮我们拿一下好不好？我们有三张牌吧，对不对？一张小珍珍帮我们拿一下。好的，没问题。好，应该有三张吧？是不是有三张？我记得有三张。太赞了！我跟你讲，前两天我们彩卡阿丽娜真的有特别送很多东西在这个礼包上面，没错没错，好不好？送很多，送很大，所以赶快把握机会哦，跟前面的哦礼包有额外的东西，好不好？有来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拍照拍照拍照，赶快把握时间！耶耶！没来的朋友就快点登录，等一下抽到你就知道了。阿丽娜来到你前方的时候，欢呼声！快！我来这边啊，大家也不要失望，好不好？现在赶快登录，等一下有上台就很赞，赶快。上台更赞。我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一块板，快点登录，十秒，九秒，八、七、六、五秒，四。等一下，等一下，好，来这边女粉还没，女粉来，嘿。从日本收过来是什么意思？他现在用日本的网卡。日本的号码，好，等他，我们等他，等他一下，等他一下，来，没事，日本的朋友，等，我们等，你都从日本来，你花那么多时间，我等你这一分钟没有关系，机票非常贵，是，来等他，来给他一点时间，毕竟我们可能从可以了 ，OK，OK，OK，、好，谢谢大家，最后再给大家有没有没有登录的挥个手，我看一下这里，赶快，来，赶快，赶快哦，这一位像是。好了吗？艾伦的这一位，帽子上面要加眼镜。Okay, okay, 好了哈，进了哦。谢谢。那我们要收了哦，收了哈。好，收，来收了。好，那我们封关。超过200张，现在有222张，222的一个天使数字，222到底会降落谁家？爱拿走走。爱迪哦。嗯 ，start。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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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KHOO 又上来了 ，KHOO 男生了，他连眼镜都已经快掉下来了，哇，冲上来。这位也是我们台湾的哈阿丽娜的铁粉，上次见面会也上来两次了。好，来 G Z P， 还有我们的啊捷运吗 ？J I E Y U N J U N 一号哈，来 ID 是4348994，另外我们的 E N J I A A 九，他的 ID 是570559。后面那边来，手继续举着，手继续举着，好。有中奖的来借过一下，白金活动前面借过一下，拜托谢谢。两位是不是？啊，还有女生呢，也借过一下。哦，你是帮他拍照，没有？现在借他过，他要帮他拍照，借他过。借成一下前方的朋友，那个举手的这位先举手的，有没有中奖的？快点，我们时间有限。不好意思，大家这里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到往前或者往后一点，不好意思，来，你手继续举着，不要放下来。我这边看起来是没有。那边几位来着？一位而已。对，一位。几位？这边有一。这里上台了。那就四位了。好 ，OK，OK，、OK, 四位了。来，让他过一下，不好意思，这边让他过一下，谢谢。你知道他为什么跑那么快吗？因为他是我们活动的常客，他知道这个时间他可以多讲话，你知道吗？咻咻，啊，快来沟通，开始讲话，对不对？他都可以自己沟通，不用翻译。这个时间，对呀，哈，来第一次上台吗？好，好，哎，你的口音也是，好，台湾人，哦，好 ，OK， 好，那去排队，排队，啊，这位彩色衬衫的帅哥，来，我们去蓝叶那边排队啊，好，这边。彩色衬衫的帅哥，刚你上来过一次，哦，
这一位真的很严重啊，这一位在我们这里见面会的时候，阿丽娜是用贵送的方式送他签名版的，好，他去日本追他，每一次有活动就去。我问他说你追阿丽娜多久，他说每次有活动我就去。所以他从出道一开始到现在，应该不是出道，但是从他喜欢他之后，他有他有活动他就去，这样五年了。他追他追五年，追了，对啊，而且他也因为这样子自学日文，然后去日本参加活动，认识了这一票女粉丝，变成朋友，对不对？所以很好，大家就是多交流，对不对？台湾也很好，你看我们 TIE 这全球最大厂的，你在这边认识一些朋友，交际圈都拓展。没错没错，认识更多朋友，大家一起参加活动更开心。是是是。这位衬衫的朋友来两次，这次可不可以胜出呢？还是我们的命运之神会眷顾给我们这位喜欢五年每一场都参加的这位朋友？五年的引力，希望可以把我们的人气立牌带回去。机会就要明年了，对不对？刚刚就一直讲，今天第三天了。他在吹的时候，他吹一吹的，还亲一下，吹一吹亲一下这样。来了，哇！签这边，哎，那就站在这个地方，还要签名，站着哈，好来，对。好，这个视野，这个风景。是的，是的，是的。
来，我来问一下，你买几张？一张。可以，哇，很不错，那也很不错。太太希望你来到这个舞台上。是，好 ，OK， 那我们来合照一张。我不是要伤害燕琪啦，是跟大家讲说，哎，都有机会这样。是，但重点他带着他太太的这个爱，太太的魔力跟太太的爱，太太的爱。啊，大家大会的镜头哦。开放这一局，来拍一张，拍一张，看看大会的镜头。啊，地牌这么远是什么意思啦？地牌也进来啊，哈 ，OK， 好，来，很和谐的一幅画面，真的。好。是燕姐吗？还是燕姐？哎，你刚才说什么？谢谢。燕姐，谢谢，不要忘记了，谢谢。燕姐 ，OK 啦，这个有太太灌注，没关系。你怎样要怎样？你要去跟他做一个交流就对了。哎，先生，燕姐，没有，你在台下，我只是跟你讲话而已。好，燕姐，他等一下想有事情跟你商量，好不好？去找一下他，有事情想商量。协商一下。这个呢，我们都没关系吗？嗨。さっき名前を間違えてしまいました。私は大須新洋太。わー！ありがとう。3日間すごく楽しかったです。来年もまた来たら私に会いに来てくれますか？大家明年如果他也来的话，大家会愿意来见他吗？女神已经。